随着使命任务的不断拓展，一马湖船也在挑战自身的战力极限。夜幕降临，一马湖船转移阵地，再次快速进入实战训练。今天在一天的时间里呢，一马湖船从熟悉海域到陌生海域，从一般的条件到复杂恶劣的边界气象条件，进行连续的转场、装载和潜伏作业。今天晚上它还将进行三艘待转载小艇的装载和潜伏作业，这也是一马湖船在入列以来首次进行的夜间装载和潜伏训练。不能点放，不能点放，现在你看它还在左右摆嘞。甲板上的涌浪，两旋来的叠加浪可能会在其首部双倍叠加。明白船长，明白船长。夜间作业的最大难度呢，是在于能见度低，难以观察小艇是否精准装载到位。这需要指挥小组和各个站位的人员进行协同配合。那经过今天一整天的训练呢，战士们的体力和耐力都已经达到了极限，这也对战士们的体能提出了更大的考验。灯先开了，点灯赶紧换过来。加速起伏，加速起伏。上浮结束后已至深夜，然而战士们还无法休息，他们马上开始了固定转运舰船的工作。这必须在半潜船再次航行前完成，以保证转运舰船在航行时的稳定。此次训练，海区水温气象条件恶劣，在全体官兵的努力下，我们首次完成了夜间大风浪条件下潜伏装载某型舰船，实现了海军半潜船作业新突破。我们将进一步加强作战海域环境条件的研究和探索，不断突破实战化训练的限制条件，以提高自身能力适应战场环境。海军半潜船是大型的海上投送平台，具备成舰制整体投送武器平台的能力，战略地位特殊。入列以来，一马湖船始终把加快战斗力生成当作首要任务，它转运物资装备实际上就是直接投送战斗力，自身更是精准投送多元保障的战力支撑。